拿了吗？拿了。你过来看一下，有一个那个，你要吗？什么？这小个旋律。黄的好。黄的这个这个我都买来做成品。看到没有？这么开呀？看过吗？哎，那个要1000多。啊、那旁边那不是？比那个大大的，那没有花吗？不会比较便宜，不会比较便宜。反正这个，这个也还有100块。不是啦，两年了啦。100块你来挑哈，挑一挑自己的金镯在这里。嗯。当然了，我的也是雕啊，自己雕啊，雕起来才会漂亮啊。我这样小小的我就雕呢。我这样小小的我就雕雕给它漂亮。